洪彪啊，系艺术创作咧系最忌千篇一律嘅，咁演唱方面咧亦都最忌千人一腔。嗱，咁欣赏阿 B 哥嘅演唱最大嘅特点咧，就系喺每一首曲目里边咧，你都可以欣赏到咧系面貌不同同埋情绪不同嘅处理，就好似阿 B 哥咧带咗我哋入去一个艺术画廊咁样，欣赏到一个又一个咧背景不同、性格各异嘅人物形象。呢、這个咧就系 B 腔嘅灵魂。因情造腔啦！啊 ，B 腔名曲里边咧有一首《同是天涯沦落人》，系 B 腔名曲里边咧流传最广、传唱嘅人最多嘅其中一首啦。唔单止系唱词好，啊，唱腔好，音乐好，演绎得更好。一句说话就系百听不厌啊！系啦，咁稍后咧，大家就可以听到呢一首 B 腔名曲啦。咁呢一度咧，我哋想讲讲咧 B 哥嘅艺术道路吓。咁其实 B 哥嘅艺术道路咧系非常坎坷嘅。B 哥后生嗰阵咧，满怀理想，想去造就一番嘅事业，但系由于历史嘅环境嘅原因啊，佢始终未能够实现佢嘅抱负。喺文革期间 ，B 哥仲因为有先天性嘅心脏病咧，系被逼离开咗舞台嘅。但喺嗰段贫病交迫嘅日子 ，B 哥从来都冇放弃过佢视为生命一样重要嘅粤剧艺术，而系潜心好刻苦咁样去钻研唱腔。除了你剛才所講的 B 哥咧，係經歷了一次咧嚴重的心臟病做重大的手術之外咧，仲有一次重大的遭遇，就係、是、喺澳門義演的途中咧，遭遇了車禍，足足在病床咧瞓咗二十幾日先醒翻。係啊，昏迷咗足足二十三日啊！咁平時咧 B 嫂同我講，佢話 B 哥病得最嚴重嘅時候咧，上二樓咧都要唞幾次氣嘅。大家都好難想像到一個遭遇過咁多劫難嘅藝術家，今日仲可以七十二歲啦，仲可以企喺呢個舞台上邊唱足全場啊！艱苦嘅經歷咧，往往係人生嘅一筆財富嚟嘅。喺呢首名曲裏邊咧 ，B 哥對人物嘅理解咧更加深刻，演繹得更加動人，因為每一句嘅唱詞，每一句唱腔咧都由心底裏邊拼發出嚟嘅。好啦，事不宜遲，請大家欣賞B 哥同埋紅派傳人蘇春梅小姐為大家演繹 B 腔名曲《同是天涯淪落人》，有請。
看好了烟波天水滑孤眼长明远若叹遮重生多醉醉不成欢，惨将别，唯看江水。斟热那寒，琵琶声水上来有缘神发未成曲调先有情情
低，淡淡酒啊，回灯梦太慢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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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又来，千呼万呼似出来，又抱琵琶半遮面，姑娘啊，求将那乐韵服那长谈啊。
好翻。眼前清风明啊月，我似见你安狂澜，大珠小珠落玉盘，又别泉流水下叹，似铁骑踏出刀枪啊明，是实得天收地惨，不服听恩啊声，花底啊话，半日契春水散散，韵律声别有哀愁。情无限，一声声凄凉，暗恨尽在四间，似这般危下情真。我怜我赞，眼下风尘沦落者，信必识人艺压歌坛，一曲作阿兴逢唱。姑娘真是对不住我，却也轻敢还妻。莫遮人啊，世间一幕幕荣辱悲欢，转眼若烟消，云啊散。
叹阳泪流，绝色红颜一朝啊艳，落花流水伤春残。有幸听一家曲。
地倾出售恨反共舒坦，月图情光天际困那爱难。今夜红军不幸伤亡，还有恨，知音难明。得欢颜处，且欢颜。醉散人生，伤感欢颜，何点赞？琵琶一曲，余音永绕在心间。受彩啫噃，你系一位大诗人。哦，乜你一来、啊？听在旁客人称呼，适才万里相逢，原来系白居易先生、卢克先生词诗一首，以寄今夜。原来如此，好，如当书写以赠姑娘。姑娘收下吧。
唱为卿翻作琵琶行。在人间。